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天使鸭。自打我上次开箱了一只星点之后呢，就收到。接下来我得继续保持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然后咱们说一下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饲养环境的问题。为啥一直说星点难度大呢？主要因为啊，他们生性胆小敏感的性格，对周围环境一点点的变化都容易引起应激，包括温度、水质和缸里环境的变化。所以一开始不要放过滤是肯定的，过滤带来的水流冲击和水泵震动都会让他们感到害怕。那可以在水中加一点龙眼叶或这种假叶子，不仅可以作为躲避，也可以让他们攀浮防止溺水。接着就是我这缸脏水啊，如果你看到苗子这种水会忍不住换掉吗？不管会不会，那到星点这儿就省省吧，不用换，还能再忍几天，如果水少了咱添点就行。那现在我端着它是干嘛呢？肯定不是换水了，我准备给它称个体重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自打来我就没给它称过，那咱就从现在开始算吧。我看到上次评论区有人说刚出壳也就4-5克，咱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重啊。蘸蘸水，比较活泼不是太好抓。这跑太快了，它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。6克，可惜的是这个秤吧，它只能精确到个位数，没有小数点儿。三七，你可快快长大，什么时候才能到10克呀？哎，这又没开3度呢。没错，确实是6克。用手指头比划一下，有2个关节那么长。干脆咱把壳长也量一下吧，要记录就记全面点。3厘米，正好3厘米。我们家迪迪一直在旁边捣乱。好了，今天任务完成。它真的好小一只啊，太可爱了，尤其是跟大猫头比起来。我怎么记得上回是谁说的，这分明是只天牛。好啦，希望小三七健康成长。另外预告一下，你们不好奇三七对面的那个盒子里养的是谁吗？大家可以先猜猜，也是一只长尾巴的龟。这个开箱不开则已，怎么一开收不住啊？